大家好，这里是希望给娃娃改装的满月。今天来教大家把喜欢的游戏角色搬到现实生活中，以手游精灵之境的曼珠沙华为例。首先我们要努力积攒金币，然后使用初始金币购买一个大眼睛的水煮蛋。但是这个大眼睛的水煮蛋居然只有眼眶没有眼珠。如果金币足够多，可以选择直接购买眼珠，但是我这么抠搜肯定不会去买的啦。于是掏出不要钱的手绘板，参考曼珠沙华的人设画出红色眼珠。人设图有点模糊，成品做出来很大，于是需要自己补充很多眼睛细节。但是这个红眼睛的水煮蛋还是太素了，于是掏出不要钱的手和五毛钱的笔，先给女儿画个粉粉嫩嫩的腮红，参考人设图调整水煮蛋的眼型，然后装面就完成啦。女儿还需要一套美丽的衣服，我这种穷人当时选择合成啦。首先去收集衣服碎片，掏出缝纫机，缝纫机买了太久了，一直放着吃灰，终于今天拿出来用了，就当做捡来的啦。调整缝纫机，将花边缝合，发箍的花边就不能偷懒用缝纫机了，用手缝。好处是惊喜，坏处是随机损失一颗手指头。裙摆的花边也是先大针手缝，缝纫的部分又枯燥又无聊，于是我们直接快进到做头饰，掏出跟小朋友抢来的粘土，但是直接用粘土捏的还是太过于扁平没有质感，于是掏出色粉刷出阴影制造立体感，再用喷笔喷出金闪闪，固定色粉的同时也能让碎片看起来更好看，然后再把碎片合成一下就变成了。有了头饰和衣服，还缺什么关键物品呢？那当然是头发了，再好看的衣服也顶不住你是一个光头啊。于是掏出一个白色假发和发蜡，用手捏出造型，然后稳住，等干的差不多就定型了。因为我租的工作室条件简陋，没有盆啊，就直接用洗水池调染料好了。怎么感觉不太对劲？没事，把衣服放进去就好了。怎么感觉更不对劲了？将所有衣物碎片准备完毕之后就合成啦。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的曼珠沙华女儿，刚上线的一款超级治愈的香亭装扮手游里面的植物精灵曼珠沙华。这个游戏我在2019年就预约了，最近还在预约状态，集美们快去预约啊！精灵球里面养女儿，而且画风实在太可爱了。精灵之境最吸引我的地方还是可可爱的画风和漂亮的精灵球球。我真的很希望快点上线，快点给我的曼珠女儿住漂亮的精灵球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会有小伙伴和我一起预约精灵之境吗？在弹幕或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。大家有什么想搬到现实中的游戏角色也可以留言评论，如果刚好和我的兴趣相投，满月也会去做的。啊，对了对了，记得推赞评啊，满月为了干这个视频爆干十几个夜晚，绝对值得你的轻轻一点，爱你们。